名画《西斯廷圣母赏析》，画中的圣母抱着圣子从云端降下，位于中心的圣母体态丰满优美，面部表情端庄安详，秀丽文静，在更高的起点上塑造了一位人类救世主形象。两边帷幕旁画有一男一女，身穿金色锦袍的教宗西斯笃。向圣母、圣子做出欢迎的姿态，而稍作跪状的圣芭芭拉，她潜心垂目，侧脸低头，微露羞怯，表示了对圣母、圣子的崇敬和恭顺。趴在下方的两个小天使睁着大眼睛望向圣母的降临，志气同心跃然画上。圣母简朴形象和丰健优美的体型，使人感到她就是一位人间的慈母，却要将自己的爱子献给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。这幅作品歌颂着对人世间赋予同情心和纯正感情的母性之美。